廣告時間都完啦，阿笨仲喺度。之前上後15、16，究竟跳唔跳噶？究竟佢跳唔跳得過先？喂，你唔好咁煩啦，跳緊好專心噶嘛。好嘢，阿笨終於跳咗上岸啦。不過似乎咧係向後探多過向前跳喎。人哋話拉牛上樹辛苦，計我話拉狗個河都難㗎。不過阿尖呢一次咧都算係豁出去㗎啦。不過一切咁樣跳，你睇下，跳得係非常之美妙㗎、那個動作。喂，絕無。